咱的兵，演我星空妙地形。你是台湾的兵，演我星空妙地形。阴阳日月最长生，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若有真圣鬼谷子，若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，一出天下定太平，灵山一会万年灯，灵山一会万年灯，四八大愿照光明，四八大愿照光明，黄檀老祖妙智圣，黄檀老祖妙智圣，家处灌顶见太平，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。各位维新圣教，庚子年，恭祝阿弥陀佛佛诞，法会坛上，各位维新贤士同修、佛会大众等。的堂上历代祖先啊，即当下法会坛上，中华民族15619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，以中华民族918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灵，即前朝东渡日本，啊，虚无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，啊，出游后裔北移韩国，环球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，中华民族3762次。大小战争，王子金民燕宁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，王子燕宁众等，及各位啊，当下构府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啊，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，身上衣服灵，无缘自述英灵，构府堂中地基祖灵，即当下庚子年地球196国天温煞损诸灵，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，阿弥陀佛。啊，今日今时，啊，庚子年8月10号，啊，是我们深谈祈福大法会，尤其今天，我们维新圣教一经大学。升任讲师，准讲师98位的准讲师，宣誓大典，这个是维新圣教的一件大事，这个也是王禅老祖在民国71年。开启蓝天，在蓝天圣文九龙金雀座前，会心会佛会九大菩萨啊，王禅老祖所领的天命啊，在台湾净土
三十八年来，啊，以法会友，以法来会心，普度群灵。尤其，啊，王禅老祖的大悲愿，啊，江南天门打开来之后，由蓝天而降到台湾净土，无量数的天人、法界、天神，都一一的来到台湾，光降台湾，在寻找有缘的人。天人合一，啊，共修成佛、成圣、成贤、成道，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。今天，啊，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。啊，在这里展开誓愿文，啊，这个也是在承接着诸天仙佛、天人、圣神来到台湾净土。人间净土，啊，与各位的身心合为一，啊，这个是和一般社会人间学校教育的体制。有点差别。学习台湾的兵，演过新公庙的仙。差别在于天人合一，人神合一了。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么多的同修很用心的回来共修，我很欣慰，诸天圣神佛菩萨在我们的座前相互的印心，啊，这个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法喜呀、啊！所以王禅老祖的大悲愿，一步一脚印，为天下太平共同的本愿。而开了维新圣教的世界新宗教法门，而这个法门百千万劫难遭遇的，而五千年前女娲四祖开天补天，到了五千年后的今天，王禅老祖、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、九大菩萨的尊天意又开天了，开启蓝天正门，
目的是要恭迎各位无量劫前在天上界的龙天护法，而来到当下与各位印心，啊，与各位决明，进而达到了明心见性。所以今天我终于将这个天机密点破了，有如38年前7月23日在台湾中央山脉大武山腰的天教穴打开南天门同样的殊胜法缘，所以我们谨遵着王禅老祖和天空的旨意，啊，给我们同聚一堂，印心修行。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还没被升任为准讲师的，我们不要放弃，啊，继续的努力，啊，配合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书讯处处长与教务处处长圆觉法师、圆平法师，啊，一起来圆满自己的灵性，啊，圆满天人合一，然后进一步来广度你们有缘的人，啊，有缘的亲人、友人、朋友，啊，等等，都是我们上善因缘，所以借着各位当下以准讲师的身份向前跨出一大步，啊，配合书信处和教务处易经大学的总部还有维新圣教学院，啊，一起承接一切万华，这样的话我们人生就不会白走，啊，人生就有见到大孝。我们今天虽然就98位的准讲师，但是你们也已经发出第一个大愿力，而你们说的12条誓愿文，我希望各位同学每天都要念一遍，来唤醒自己的觉性，然后你可以跟你的龙天护法
守护神天神可以应心觉明。所以世间的有为法梦幻泡影，但是没有世间的有为法啊，是没有办法进行让无为空性灵魂与人生的天人合一。啊，我们不讲神通，神通难抵业力啊，这个在民国71年7月23日太子开启蓝天的时候，在南天圣门金龙座前，九大菩萨都开示：业力定力难移，只有修道、修行、转念，才能够转移人的业力和定力。在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和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谆谆教诲，我要代为例行九大菩萨他们的心法，天下太平的心法，牢牢记住。早在民国71年7月23日开启蓝天之后，下山来了，看到满街上人又是人，忙忙碌碌的人生到底在忙着什么？受惠的恩怨情仇也了不了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有感而发，有所感触，所以我谨遵王禅老祖、台湾祖师、观世音菩萨、瑶池金母娘娘的慈悲盛世，开始要行道，以中华文化易经最古老的文化智慧易经作为弘法利生的基础，开始我也没有什么信心，经过一段时间发现世间的人都在义的轨道里面，在这里轮回循环不已。我终于悟了，所以我才排除一切困难，啊，将《易经》以最简单的现代生活语言来普传。啊，让有缘的人
啊，能够遵循人生潜能的轨迹，了解自己的运行轨迹，啊，这人生没有后悔了啦。38年了，38年的岁月，和各位续前生的缘，珍惜这一生的缘，绝未来生的缘，都是都有天命所安排。所以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，啊，开始行道，啊，以医药社这支药所打开人心和人生的一阴一阳之间的隔阂。在民国72年1月15日，医药社成立了，啊，这是天意，啊，医药社这一把锁是由观世音菩萨、观音姐姐帮忙收起来，藏在空中整整有5000年，到了民国72年的1月15日，观世音菩萨才将这一支药匙名为医药交还给王禅老祖，王禅老祖交还给我，法脉传承，道之永恒，从此开始，至今摇摇摆摆走了38年了。38年的岁月，说来话长，已过了38劫，1劫1000年，那就有3000多年。所以中华文化道统，啊，有3000年、3万年。啊，留在空中，诸天圣神佛菩萨都很急，时时来开示，世界要和平，一定要圆满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大道。所以从民国72年开始，医药社开始，啊，一步一脚印的将易经大道传开来，传到今天的当下，我很感恩，也很庆幸，我们都是历史无量劫来有福的人啊，在此会心会灵，祝福各位。学习台湾黎明，愿我心共妙地行。
圣教，各位贤士同修，于当下法会坛上，列祖列宗诸祖灵，名扬两界圣莲文，天道难违，天道的光辉面更是难逢。则在民国七十二年癸亥年一月十五日啊，开始树立起义药义药寿啊，一斤三块钱啊，为过街卜卦来断吉凶，断人生的方向，将人的烦恼化为幸福和快乐，将人的事业百事不顺，以《易经》的真禅奥义转化顺利。所以在七十二年一年之间，我证到了无量数元月十五开始啊，成立医药所，接着很快十方善信大斗啊，有如蜂拥而至啊，他们所来问的是名义，是世间的名利和吉凶祸福。我新年里所看到的每位信众大德背后有很多他的龙天护法，寻寻觅觅在找真主，而真主事实是哪一位？台湾祖师黄禅老祖。所以黄禅老祖教我用易经来接引有缘的人啊，能够回归到蓝天净土。所以黄禅老祖开始教我用易啊，传我用易的各项科学和消灾化解啊的功德本，一一的印证正道的结果是圆满的。所以从民国七十一年七十二年一月十五号树立起医药社，以一张桌子在台中市美村路238巷一号一楼小小的小房子，开始在那里
啊，迎接诸天圣灵，也在迎接从蓝天而来的天人圣神的圣灵。表面大家看起来我是在算命卜卦啊，当时王禅老祖开示了，命无命可算，因缘果报；运无运可算，相无相可相，相由心生；运无运可算，要看行功立德。这三句的名言，我终于开悟了。所以38年来，我不敢说算命，王禅老祖开示命无命可算，因缘果报，相无相可论，相由心生，运好运歹运由行功立德来看。所以我悟了，中华文化道统5000年来流传在民间，大部分都是以私心为重啊，公益利众为次要啊，这个是很危险的。所以王禅老祖开始修正学习占卜，学习命卦，学习相术的人一定要重视因果律，因因果果，果果因因，我才让我想起在南天圣门玉帝金龙九龙座前啊，玉皇大帝开示的句句真言啊，希望王禅老祖导正中华文化5000年来啊过去的坏习惯，人间坏习惯，以名利为先，以私利为先，不以众利为先啊，这个坏习惯一定要导正。所以我才依循王禅老祖在蓝天玉帝座前所开示的，我发了愿一定要来导正众生的错误观念，社会才会和谐，人间才会成就为净土。所以在民国72年开始行道，73年啊，就开始搬到5前5街175号啊，租了一栋房子，然后买起来当为修行道场，名为精修院。到民国76年
的因缘啊，与当下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田立伟先生、田董事长啊，四次奔波来到禅机山这块石头山，买下这块地啊，一步一脚印的啊，依照风水学的法则啊来建设、来布置，所以从76年、77年破土，啊，由现在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圆宗禅师弟子啊夫妇，还有你们大师兄圆通禅师，一起在这里开疆辟土，目的是要将辟建一座人间净土佛世界。所以依照本愿，黄禅老祖带着我们一群很纯洁的弟子，在禅机山这里一步一脚印的建设。学习台湾黎明，圆满星空妙地仙。当我买到这一块地，啊，维新弟子田立伟，啊，他看了很头痛。他说：“整个山都是石头，啊，怎么盖道场？”但是我很快乐，石头是龙骨，树木茂盛，就是龙身。啊的有活力，啊土地很肥，表示呢，这个龙的细胞是活了。经过我详细的说明，啊田立伟圆立法师终于理解了。很欢喜的共同一起投入建设、规划、施工，啊，等等的一点一滴，就由此开始了。所以这个地方的地名，啊，山的名。命名为禅机山，啊，有郑成功的国师啊，刘国轩。在这个地方，啊，左仓、右库、藏平，这是非常完整的一块宝地，这是王侯将相之地。
所以我就找出了郑成功来台湾的时候，啊，国师啊在这里甘子林啊写了一首诗，举望华山贵尊严，华山何事国孙焉，左仓右库藏屏上，南西北港会岸前，湖海星辰来拱照，八百烟花列两旁，世世王侯将相帝，一脉无边砍未然，九曲来朝去诸贤，挥手把门紧固守，可惜生欢雄霸俱，此地抛荒待时闲。啊，这块地放在这里抛荒，等待时代的贤者来开花。我看到这块地，好高兴。啊，正应了南天门开启南天的时候，整个的瑞相，左仓右库，左边是苍山，右边是库山，这个占平血流在这边，盖着宣红寺的大殿，而这里对面湖海星辰，这个九九峰就像星辰来拱照着这个点，所以命名为禅机山。里面禅机处处，所以禅机山仙佛寺搬来之后，我很烦恼，没有钱开花，啊，每天来的信众那么多，要来供养大家来吃饭，啊，究竟要哪里拿钱来买啊这个吃的？老祖开示，你的苍山就大些，你们回去左边啊，九龙会珠的前方右边那座山，黑子的苍山，这边是库山，有苍有库，啊，藏屏上就是这个是属于像一个藏屏，啊，这就是主位王禅老祖来这里坐镇，啊，然后对着前面所有九九峰都来向这边朝拜，太美太美，所以命名为禅机山。禅机山上处住禅，所以这个即是易经的大道，就从禅机山这一点开始。开始我也没有信心，老祖开示就是天的事情，不是你人间的事情，人间只要啊，用心去传道、传法，啊，广收弟子，一起来这里修行，来这里学道，并以中华文化道统《易经》来打开不和谐的世间。啊，这个只是医药。
一样。啊，一只要蛇一个洞，啊，一阴一阳，阴从左边团团转，阳从右边转转通。若人识得阴阳诀，何愁天下太平不相逢呢？我终于明白了王禅老祖啊传了这个真禅奥义，那我就搬来这里。民国78年搬到这里来，一步一脚印的建设，不破坏风水，不破坏环境，要保护大地，让所有有缘的人来到这里会产生欢喜心，唤醒觉性。而且各位同学们啊，从蓝天而下降来的龙天护法菩萨们也都一起光降到檀基山这里来，等待着有缘人来接法，来天人合一啊！我才想到观世音菩萨民国71年的时候开示了一句真言：求人不如求己。求人不如求己，我们每天外面在东奔西跑，要寻找开悟，你忘了内心里面的本尊是佛性，是菩萨。啊，求己不如求真己，你求到菩萨了，不止还到，不止求佛，不止修佛。这个谜我终于解开了，所以我很高兴开始广州微信弟子，成立一间大学，社会终身学习教育，82年开始，这个即是天道，即是王禅老祖啊，谨遵的玉帝啊所传的心法，我们所有在座的同修，大家做到了，恭喜各位，大家有这个缘，好好把握，祝福各位，阿弥陀佛。